房主是个耍猴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渤，这次在大闹天竺里边饰演了唐茶苏一个角色。两伙人都把门两伙人汉唐茶苏阴狠毒坏，争家产，就这么点小事就办不成是吧？手段黑，唐僧已经奔着山城去了，看你的喽。是幕后的大黑手。九爷，我又来请你了。像黄渤和陈佩斯老师两个人同一场戏飙戏，我觉得那个看点会让人特别的过瘾。哎，不是大哥，您这么大的事儿您瞒着我呀？您要是身体不好，您就回家歇着，公司这么点事儿我替您做主不就完了吗？这个还挺好。